算一下要多少人？还有14个吗？40。哦，还有一半哦，完蛋了。没有你们的鸡蛋盖章哦。361。今天有37。电梯没找通啊，那个我的报名费先给你们，我跟宝鑫的。跟那里上换的水，我们等下去跑呢。有啊，在那里。有吗？我去山上。我们出发之前哈，我还是要讲，等一下你在路上要小心，一定要小心。第二点，你回去的时候，我为什么一直强调说要讲母语？拜诺少尼，你上去的时候你要怎么跟你的祖先讲话？哦，你会讲五五，可是你会讲什么？五五，我回来看你们，我来这里了。我不听得懂吗？你要出出吗？来了，工作人员先到会长这边集合。行根不是只是纯粹行根呢、我们也希望是说能够再找个方法，怎么样，可以让部落的青年，就是可以更深的去了解到底
我们的来源是从哪里来，那整个的故事的介绍，就像我们刚才这样子在介绍起源，这对我们来讲在要传承给后代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可以重新再凝聚部落的整个的青年的那个力量这样子。因为毕竟我们现在的因为经过八八风灾的时间，我们的那个那件事我们全部有迁到你那里了嘛，那当然到你那里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以暂时为去考量，他暂时居住了，当然还是希望可以回来嘛。那年轻人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带部落再回来到这一块土地上面，也都是一直是我们现在在思考的。那年轻人我们又怕以后会流失，所以我们就一直用这种方式的来做行跟，就是希望能够一直把他们拉进来，一直告诉他们会不会形成我们不管，但是至少我们一直先做了，有一天我们相信有一天他这些年轻人他会懂，他会明白我们到底在说什么，我们在讲什么，我们在做什么，是这样的。能不能大家都同意，还是他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或是意见？他就把这个说我们来做一个水源，做一个阿妈。如果你明天早上看到有比较复杂，那你都不要过世了啊。这个是诅咒，好不好？这告诉你这样子。现在看到水要往上流了，它会往下，然后往哪里？往。棒。人家大骨头，人家大骨头，人家大骨头棒。我哥哥是要吃。哎呦。反而用这样硬硬的比较好。再去煮，这是你的煮呢？可是不是我煮的。对，问题不是我煮的。你有下指导棋，我刚有在听呢。五十。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呀！有没有试吃？一把了，一把了。旁边当然是水。还没有熟。还没熟。没有没有。还没跳。这个也是过手，大概是在75分而已。因为奶奶，那个主厨是谁？主厨，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好像是在拍摄的吧？来，白西还有谁在这边？这边是摄影的，李俊，摄影的。来看一下，为什么75分？除了过手之后，它已经产生这个焦的。问题，我不会是冰的，变稀饭哦，有它有胶的那个出现，但是是 OK 可以吃的。他们前面也有胶，但是可能是在里面胶，这个是跑到外面胶了啊。可是这个是有点过手。跟大家一起寻根，然后我也是第一次，就是从原本的部落走下来，对，然后我以为这个路程我会放弃，然后可是就看到大家就是想要到达这里的心的那种坚定，我就一路跟着大家的脚步去走下来。我们能够去影响我们的朋友，就是说我可以影响我的家里人，希望他能够参与我们这次的活动，那个是很重要。越多人参与我们的活动，我们的力量更越大。我觉得是应该是要这样子，而不是因为我的妈妈打抓，然后我们又在支持那有心的那些哥哥们，我们那些姐姐或者是这些有心的这些朋友们。他们会很累，如果没有我们的支持的话，跟协助他们的话，我觉得这个都是枉然。我今天我所以我的那个两个小孩子本来是要参加，然后
地保信我一定要让他参加，因为马祖祖公啊，顶那就把大家给让他在马祖祖公，我最起码我要让他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当然，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说很热情，但是真的要来做事情的时候，要不要来做？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每一个人都说好，但是真的事情来了，我们都没有办法出现。那第二个问题，我希望我们不能再发生这种。既然我们讲好了，我们要怎么，我们要做，我们就一起做吧。因为是这种，要完成一件事情，也不是一天造成。我们可以慢慢来，但是不可以停。我们要一直想，我们赶快做。在未来，我们还有很多新的小朋友正在成长，以后我们要教给他们什么东西，就是要从我们这边开始。Jawab lembu, macam mana? Suhu waktu turun, zona nak kita cuci kerja nak panjen. Apa lembana kemula kelang lembana kita cuci kerja lembana lembu asyik cuyan. Baik, jawab. Heyo. Oh.Oh, oh, oh.